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不吃麦菜，吃白菜了。等一下炒个白菜，这两块豆腐来煎一下，干净的手来给它捏碎一下。瘦肉也切一点下去。这个葱叶切点。剩下这块肉。我切一下，等一下炒白菜。盐，这边盐也一起加一点。生抽，这边一起加一点。豆腐这边蚝油加一点。生粉。瘦肉一起加一点，这边敲两颗蛋，多倒点油。分两次煎，你现在挺香的，挺香的哈，豆腐的香味，这个葱下去也挺香的。脆脆呀，这一锅差不多好了，这个换下去，稍微再加热一下，用我家漂亮的香菜装饰一下。捞上来，怎么会